欢迎收看我不喝拿铁频道，今天是 Let's Dance 默默生存的第171集。这集呢就带官方与玩家的问与答单元啦。这集我觉得还蛮重要的，因为它有提到很多内容跟一些跟我们平常会遇到的问题，然后官方有做一些解答。然后再来呢，我现在身边旁边这个人就是辅助角色，他每天基本上都会出现在你家，如果没出现的话可能就随机吧，或者你没发现他。他主要就是辅助你一些状态，然后如果你今天想要看他有什么状态的话呢，请去看一下辅助角色这一集，我在影片下面的置顶留言下面会有那个连结，或影片内文有连结，都有讲解说这些辅助人是做什么的。好，那我们今天呢先简单先回答几个玩家的问题，主要最多人问的是说现在 A 卡部分要怎么拿到，因为有些很多玩家可能你今天是新玩家或者是你重玩，你就会觉得A 卡原本不是会在地堡门口的僵尸身上吗？现在只剩下一把手枪，然后没有 A 卡了。那我先跟大家讲 ，A 卡其实不会很难拿。A 卡目前如果说你有遇到空投、采集地、你随机打僵尸或者是开箱子，都有几率拿到 A 卡。所以 A 卡目前来讲，采集地就会有了，跟空投箱也会有。然后很多玩家问我说，枪支要去哪里拿？枪支的部分呢，一样采集地、空投，然后交换车、地堡，任何地方都会拿到枪支。好，那我们今天就要开始进行今天的官方问与答单元了。我们进棚内吧 ，Go。OK， 我们现在到棚内，那我们现在就开始看这一次的官方玩家问与答单元吧。这边首先要开始就是说，又到了星期三的问与答的单元，然后有总共有10题。这边的话呢，就有玩家提出问题，官方做解答。这一次呢，会关系到未来的一些游戏的方向，所以大家可以稍微听一下。第一题呢，他在写说，玩家就问说，可以告诉我们说未来多人模式或者是就是类似侵略者的模式呢会是怎么样的，可以让我们玩家们稍微准备一下。然后还有这边说，如果加入了未来开放的连线多人模式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在线上的时候，可不可以让我们建造机枪座去保护我们的家或我们的营地，他不想要让大家大摇大摆进来拿走我们的东西。好，官方这边呢，其实我看到发现还是稍微有点思两拨千斤，他是先回答了另外问题说，未来多人连线的话呢，他们会透露一些讯息，主要会分成单人的地图中会分成单人的游戏方式，就像我们现在可能打地堡是单人的，或者是走私营地那些地方是单人的，或者是试试货船。然后未来也会开放一些他这边是写黑暗区域给多人去连线游玩的，然后可以合作或挑战其他的一些极限任务、极限生存任务。大致上来讲呢，第一个家里面那个防守部分，他们可能还没有想好吧，要怎么去做？因为他可能还是会让你们有一些跟其他玩家有点争夺的感觉。有可能你今天不在家，我可以炸你家的墙啊，炸完墙以后我可以去拿你家的东西。这部分呢，就变有点像是塔防了，你要攻与防，自己去布置家里面的陷阱什么的。所以官方这次没有透露太多这方面的讯息，可不可以盖清箱做什么的？不过我觉得应该有机会可以盖啦。对，大致上是这样，因为有些东西其实我们在蓝图中也有看到了。再来就是呢，未来就是会有单人的模式跟多人模式，这是一定会有的。所以未来我们可以开放连线，可以跟每个人去做组队，甚至去挑战一些极限的生存任务。好，我们来看第二点吧。第二点就有想要问说，失事货船的部分啊，多久会出现一次？这个也是新的状态。然后呢，这边官方写说，目前呢应该是3到5天一次。他们现在在测试说，这个失事货船会不会影响到游戏的平衡？这有什么游戏平衡？对啊，因为他们可能是想说给你抽东西吧，因为原本是抽3个东西，现在只能抽一次。对，然后呢，这边有想说，未来或许会不会调整次数，或者是调整说里面僵尸的难易度之类的，这不确定，因为目前来讲那边算是一个免费可以拿到资源的东西，因为僵尸不强。再来就是可以免费直接抽东西，可是东西通常没有很好，像我最近抽到绷带，好不好？也没有很好。对，大致上这是失事货船的部分。我们来看第三题。好，第三题这边有写说，会不会增加一些喷射式的武器？有可能类似比如说我这样讲好了，像是爆炸物之类的东西，像手榴弹之类的，或者是像榴弹枪之类的东西。因为现在武器啊，目前来讲都是算单一攻击武器、单一输出的，没有所谓，比如说火焰瓶或者是手榴弹那些东西没有。对，然后官方又写说，未来是会推出新的武器，可是不会是类似散弹枪之类的东西，
所以会不会就是我们之后有可能会出的一些，会不会出火焰瓶这也不确定。如果有火焰瓶，应该蛮不错的，因为我们可以 BBQ 火烤 BBQ 僵尸们。像我还蛮需要，我觉得蛮需要火焰瓶跟手榴弹的，因为有时候一堆僵尸追着你，你又不能够丢个东西去把他们引爆之类的。如果有的话是不错的，这个我们就等官方未来开放新武器吧。好，我们来看一下第四点。第四点有写到，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因为他想知道说能不能提到这个邮箱，蓝色邮箱能不能增加几率。因为他们现在呢，这边就是玩家写说他们在诉苦啊，主要就是很多玩家包括他自己都已经开了他要15次以上了，可是呢而且是红箱哦，开红箱可是都没有拿到蓝色邮箱，所以他们觉得非常失望，而且你有可能因此失去了非常多的玩家，然后因此而不玩这个游戏，每次都很期待去开这个红箱子，可是又一次的失望。对，然后最后呢，希望说，官方可以调整这个地方吧。对，然后这个我相信非常多玩家有遇到这个状况，因为包括我之前刚改版有蓝色邮箱有机车的东西的时候，我就狂刷，刷到现在都是刷到30次左右的时候才抽到蓝色邮箱，所以其他的几率真的有点低啦。然后他们可能他们自己的商业上的考量之类的，那我们来看看官方怎么讲。官方讲说他们考虑到这一点，就像他们已经觉得已经提高了一些邮箱的开箱几率，然后目前机车是这游戏里面算是最具有价值的一个交通工具，所以才会这么难的取得。看一下，也许会再提高几率，或者是用其他方式让我们可以拿到蓝色邮箱，或者是不改变，就是照现在现况。这不算是一个神话级的商的物品，可是玩家需要花时间去收集到它。他们知道为什么每个人都像他们会新增一些游戏的内容，可能不用机车的，像这个讲到就是有类似失事货船、走私营地跟万圣节活动是不需要机车的。可是其实万圣节活动需要机车啊，如果你要涂装的话，你就要机车。大致来讲呢，这边或许有几率官方还是会调整邮箱的其他。拿到的几率或者是方式，这有可能会去调整，可是不确定会不会调整，大致上就这样子啊。好，第五点这边写到说，未来我们还会再看到汤姆跟 Johnny 吗？就是未来活动会不会出现？这边写说，官方知道我们很喜欢汤姆和 Johnny， 他们会考虑让我们再遇到他们，什么鬼？所以未来活动里面还会有他们啦，大致上就这样子啊，因为他们像是。我们现在的伙伴，因为我们目前没有办法连线，可是他们算是 AI 玩家里面最懂人性的，因为我们可以团队的去打僵尸，对，所以他们还会再出现的。好，我们来看第六点，目前这边问到说会不会有圣诞节的活动，我们很期待在这款游戏里面看到圣诞节。官方写说，离圣诞节还有很多时间啊，然后你们喜欢万圣节活动吗？这是万圣节活动吗？他们反问我们，我个人还蛮喜欢的，因为我觉得算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活动，因为家里面布置蛮漂亮的，跟以前的感觉是不太一样。虽然会少一点末日绝望的感觉，可是我觉得也多一点欢乐啊。因为这种游戏一直以来都是打打杀杀的，难得可以布置在家里面，然后有一个团队的感觉，可以去打僵尸，然后拿到一些礼物，然后甚至可以采，就是可以去拿到一些奇怪的东西，有换一些特别的东西，对，就是僵尸的那个牙齿啊什么鬼的。好，第七点就写到说，为什么不开放一个交易平台，让我们来贩售我们拿到的东西跟买东西，就是有点像是买卖的一个平台，商品买卖吧。然后这边有写说，他们没有说他们不打算开放这个功能，所以未来说不定会有。OK， 第八点就写到为什么很难拿到机车零件，还有为什么我们家没有橡木树。好，官方回应是说，现实生活中啊，交通工具是给我们多一个。交通的方便的方式吧，应该是移动的方式，它给我们一些很好的好处，就像直升机不会容易拿得到，如果说你一拿到它的话，你会永远拥有它。再来就是橡木树的部分，它是生长在温暖的地图中，所以我们的基地呢算是不是温暖的地图，所以就不会有，大致上是这样子。第九点，未来会不会有一个统计杀了多少僵尸啊，玩了多久的一个系统？对，就是可能我们知道僵尸到底杀了多少只，几百只、几万只，我们都不知道。他说会不会开放这类似的系统？
这边有写说，未来可能会有这样的功能啊，只是目前呢还在思考中。对，然后这个功能如果可以的话，他会尽快去把它制作出来吧。好，第十点就写说，参加测试的玩家会不会得到任何的奖励？这边写是的。好，参加什么活动？参加测试应该说这是公测吧，因为我们现在这款游戏《Let's Dance》还算是公测中。公测结束后呢，我们会获得什么奖励？他写是的。对，这边是我的推断啊，有可能在讲这个。再来下面就是我把它翻成中文，就是直接用翻译年糕翻译好的。大致上来讲，这就是这次的实体的问与答。最重要提到应该就是蓝色邮箱的部分，几率应该提高与否还是官方去咀嚼啊。然后各位呢还是可以继续努力，因为这款游戏它也讲的说重心不是说一定是要机车啊。像我现在拿到机车，我也不一定会常去打橡木林跟雪地，因为那两个地图其实第一个是太吃体力值了，再来太远吃体力值，然后打那边的话也是很花资源，除非你都用偷偷去采树啊，偷偷去开箱子干嘛？可那边箱子其实我都不开的啊，箱子没有很好东西，大致上都是去拿树跟拿矿石。好，这是这个礼拜的官方问与答单元。好 ，OK， 那今天的问与答单元呢，都已经介绍完毕了。这集呢，希望可以带大家就是解惑一下你最近遇到的问题，或者是游戏遇到的一些问题，因为玩家也是做官方和玩家就是会做一个互动啊。好，那这一集呢就介绍给大家，也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我们就下个游戏见喽，拜拜。So we're caught up in drama. Everybody's talking. Everybody's talking. We're caught up in problem. Everybody's talking. Everybody's talking.